要来开箱一个我觉得我们旅行露营最适合我们的一个帐篷。大家会觉得奇怪，我们旅行露营不是已经有个很适合的帐篷村帐吗？其实村帐真的是很好搭，它只要靠四根钉子，两侧的营柱这样架起来搭就搭好了，真的也是蛮的方便。但它还是有个致命上的一个缺点，就在于说就是重量，还有它的体积。村帐的支架非常非常的强壮，但它收起来它的支架非常非常的长，然后又非常非常重，有时候你要把它放到车子里面去哦，它真的需要搬出一点车子的空间去置放。单营柱都这样子，它的帐篷就更不用讲，它也是非常非常的长。村帐固然好搭，但是它的体积重量上面是它唯一的一个缺点。Godang Tent 的这个帐篷田螺帐，整个重量包含起来不到六公斤，等于说它这个大小来讲，六公斤是非常非常的轻。它甚至如果说你不铺它的外衣的情况下，它甚至不到四公斤。一个女孩子基本上都可以轻易把帐篷举起来，非常非常的轻，搭法也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基本上就是说你只需要靠两个营柱打交叉，然后把扣子扣一扣就打可以。人家讲说如果你熟悉的话，两分钟你就可以搞定这个帐篷，非常非常的快速。好，我现在让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然后我这次选择的田螺帐是黑色的，也是我们第一次入手黑色的一个帐篷，是一个它的外衣，外衣这里面是它的地垫，这是它的一个地垫，就可以铺到底下了。这是它的营柱，营柱大概有三根。这是它的钉子，然后我特别要讲它的钉子啊。通常原厂赠送钉子，我们很快就把它丢掉，是为什么？所以因为没有作用。过当天的钉子非常贴心，说它是有尖的，可以用它的钉子来做使用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它整个帐篷的本体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来搭给大家看看，它只需要两个营柱就可以升起来了。所以我们只要把它铺好，你会发现它的那个环扣那边会有分黄色跟银色的，你的脚架做区分的一个方法。把它取出我们的银柱，你会看到是黄色的，我们就只要对黄色就好。然后我们稍微伸缩，这因为它这个银柱是有弹性的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我们就稍微把它折一下，一样在旁边这个黄色的环那边扣上去，我就给它放下来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银色的配银色的环，稍微一样，都是一样，这是有弹性的银柱，稍微折一下就好了。它这边刚好就是一个交叉，其实就是配合你的银柱去做扣环，所以我们在扣的时候，先以黄色这边来按顺着它的方向一个一个去扣。我们扣好以后，我们就要把它拉起来，会比较好扣一点。所以我通常我会建议人家说先中间的地方先扣起来会比较好扣，所以我们就把中间的这边扣的给它拉起来，剩下的就会比较好扣一点点。搭好了是不是就很快？然后大家会好奇它的正门在哪里，其他正门就在这里，是不是就有一个完成的一个帐篷？然后它是四边这边会让你的打钉，担心会有风的问题的话，就是在四边再给你打钉，大概不到四公斤的，你很轻易就可以把它抬起来，很轻易就抬起来。怕说人家说我是大力士，我拿女生来示范，来女士们，我的女生来示范，女生选手是我，其实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人家都会觉得我是弱脚。它就是这么的轻，一举把它扛起来，基本上就是一个睡觉的大小。然后它这边前门打开，基本上你放一个双人床垫，这个是没有问题。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还可以铺上个外衣，外衣的搭法很简单，这个透明的这个部分这边两端这边都会有一个套点，然后中间这边都会有一个魔鬼毡，我们只要把银柱这边只要给它扣上去，然后这边银柱给它贴起来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照做。这边有个 logo， 然后它这边旁边也会有个 logo， 只要对到就可以。然后这四边都会有一个卡扣，各对到四边，就是一个气窗。然后我们的门口就是在这里。
可以稍微做一点遮蔽，平天可以在这边下钉，然后进出口的空间也相当大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然后这边也可以做收折的动作，你可以这样子继续做收折，收到里面，就是随便你以你自己的那个。哎，你怎么来凑热闹啦？其实不瞒大家说，我们真的是在找寻一个比较轻便、更方便、更快速的一种快速帐篷。我们有准备要去出国露营，我们在对于这种帐篷的选择，我们有一直在做参考。通常最好理想的设定就是找那种登山帐篷啦，就是国内一些比较有名的登山帐篷，虽然它既有达到轻便跟好搭的效果，那价格还来讲还是非常非常的高。当初我看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它的价格还我是觉得蛮能接受的，但是说没有达到说登山帐篷的那么的轻盈，但是它的重量是我可以接受的，甚至我会把这顶帐篷带去我们出国露营的主力帐篷，因为我觉得这种帐篷我可以放到我的行李箱里面。加上它把顶部的拉链拉开，天窗就可以直接观看天空。我觉得这种也是半夜睡觉可以欣赏星星的一个很好的设计。然后它搭设非常非常的最简化，就算你一个人哦，甚至有萌搭的，它甚至可以一个人就可以搭好。它是唯一觉得最有自信可以一个人搭好帐篷，就是只有这个。它有一帐两用的方式，不仅可以作为内帐的使用啊，搭配 TUP 天窗可以直变的外帐，这也变得很方便。真地展开的尺寸就是220-155到高度125的公分。它虽然是小，上面里面的一些照明的吊挂也是没有让你缺少，你在里面挂设一些灯饰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既然我们经常去旅游露营嘛，我们一定会碰到环境。村帐的话，如果说在雨棚区底下搭帐的话，就会变成说它一定要携带个自立架，等于说我们要带更多，那就变成说我们今天只是单纯想要走一个旅行露营的话，明明是最好的村帐的选择，变成说又不是那么的绝佳啦。但是这样子，我们就会想说，就是以尽量是快速好搭、单纯睡觉的方式。我之前去比盖西，我们有讲过说，车顶帐是一个绝佳两个人的顶客族的很好的选择的一个方式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换一个方式哦，我们今天这顶田螺帐的帐篷，它不管是在于说只有汽车、机车连携带上面，甚至说登山客你背这种帐篷都是可以使用，所以我说它的泛用性很高，在你任何的营区，不管是雨棚啊、草地啊、碎石，它都是可以完全的符合任何的条件去做搭设。所以我觉得未来我在走旅行露营的时候，这个顶帐篷在我们频道里面出现的次数的比例应该会非常非常高。其实它有很多相关的产品，它不单只有田螺帐、客厅帐。如果你今天还是非常走热爱搭帐露营，要走一致化的品牌的话，其实它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相关的产品，也是可以看看他们的官网，你也可以去做参考看看。